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声声都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今天咱要延续着过去所探讨的台湾人啊，要唱什么歌？这个主题啦，继续来分享我个人的一挂看法。有关着这个主题，咱首先有为音乐的角度建议讲，咱的囡仔应该着唱有台湾音乐风格的母语歌曲。上好选择中间会当蕴含着歌词所描写的情景甲意境，也为这个歌词的角度建议着咱的囡仔，会使为囡仔歌内底学习做人的道理啦。啊，今仔日呢，咱要搁延续着为歌词的内容这个观点，来探讨着咱的囡仔要唱什么种的歌较好呢？人一出生，上界大生接触到的爱，就是这个亲情。幼婴的时阵，咱就不时听到老母、阿嬷唱着这个摇篮歌。一寸，伊啊伊啊伊伊笑，一暝大一笑，伊啊伊啊伊困，一暝大一寸。老母还是阿嬷，因就唱着这个摇篮歌，和这个幼婴在这个慈祥的歌声中间，感受着温暖的亲情之爱，来进入这个梦乡了。进入工商社会了后，大部分的女性也变成着职业妇女，老母亲身去唱这个摇篮歌的机会，用讲减少了。啊，会晓用母语来唱摇篮歌的老母呢，也已经相当的罕的见了。甚至有时爱甲细汉囡仔拜托给阿公阿妈、外公外妈因来受照顾啦。在这种情形之下，孙啊甲阿公阿妈之间，颠倒建立着一个跨代的感情。我伫这个2018年的时阵，应着国民健康署伊的邀请，我为孙啊，你观赏阿公阿嬷的这个角度，描写阿嬷甲阿公是一对真爱运动、个性豪爽、爱好民俗曲的吼，啊，总是满面春风啦。这个囝儿孙啊，拢真爱接近着这个长辈，而且阿嬷甲阿公，就亲像土地婆甲土地公啦，达官之雄，有求必应啦，不但是因的人生经验相当的丰富，也嘛是这个囝孙啊崇拜甲学习的对象啦。所以咱就来欣赏由桃园西门国小音乐班的小朋友所演唱的阿嬷甲阿公。阿嬷甲阿公每趟早起运动，唔惊寒，唔惊风，到家到早起健康。阿嬷甲阿公。
唱歌啊，看戏讲，时时满面顶春风。阿嬷甲阿公，双双对对饮杯风。笑嗨嗨，万事通，亲像土地婆啊，土地公。透早起运动，唔惊寒，唔惊风，高健高壮真健康。阿嬷甲阿公，真侪打拼过好所，爱唱歌，欢喜讲，时时满面顶春风。阿嬷甲阿公，双双对对饮杯风。笑嗨嗨，万事通，亲像土地婆啊，土地公，亲像土地婆啊，土地公。以前咱代代相传的民间曲艺，布袋戏、歌戏、皮狗戏，拢非常的趣味，佮有意义啊。尤其是这个新民圣诞千秋好日子，哇，这个布袋戏、歌戏、甲着皮狗戏，互相伫咧拼阵，闹热滚滚。咚咚咚锵，嘞咚咚咚锵，咚咚咚隆咚嘞隆咚隆咚锵。土地公生好日子，阿公啊带阮去看戏，布袋戏咧真趣味，戏翁啊跳来搁跳去，歌戏咧哭啼啼。比较袂少念歌词，飞到去咧伤心悲，灯光闪闪烁，灯光闪闪烁。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隆咚锵，咚咚隆咚锵，咚锵咚锵咚锵。除了这个戏曲，以前像阵踢毽子啦、拍竿落啦、啊放风吹啦、吼叠蚕衣啦、啊叠竹啊啦、吼扇牌啊啦、吼弹沙包啦、吼那鞋啊鞋虎虎啦、吼哎米烧炊啦。阿爸搁一个拍手拍啦吼，甚至这个踢弹弓啊，等等，这囡啊佚佗的活动，拢是顶一代灿烂辉煌的童年回忆啦。放风吹是顶一代囡啊佚佗的活动中间，到即阵犹阁普遍的流行的一种啦。那是到这个夏末秋初。大人就带这个囡仔伫学校的运动场啦，也是野外空地啊，放着各式各样的风吹，有迄个可爱鸟啦，七彩凤凰啦，七彩鲤鱼啊啦，啊什么魔鬼鱼啦，哦，什么菱形的啦，吼、哦，什么蜜蜂等等啦，应有尽有啦。囡仔伫放风吹，会当发挥着因无限的联想力。把风吹人人化当作朋友，联想到风吹飞上天顶了后，到底因在空中是在做什么代志呢？好，所以咱就来欣赏台北儿童合唱团所唱的《风吹》。Thank you.
欢迎继续来收看《Formosa 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今仔日咱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囡仔要唱什么歌呢？第三集啦，有丰富的知识，才会当成做一个有内容、有成就的人。所以呢，咱的囡仔嘛会当为这个囡仔歌去吸收、去增长、累积着各种的知识。亲像过去的数目歌，描写着国民小学一年到六年的生活过程，伊的特色，伊来来念。一年的空空，啊，二年的孙悟空，三年的土建公啊，四年的爱碰风，啊，五年的上帝公，哎呦，六年的阎罗王。伊咧念这时阵，顺续都会当学习一到六这个数目字咯。啊，佫有一种跳三，就是讲一二三，哦，安尼一个集句就对，一一种数目的顺序歌，因是来念哦。一二三，啊阿婆啊去洗衫。啊，四五六咧，阿婆啊去倒六；啊，七八九，阿婆啊去海口；十十一十二咧，阿婆啊去嘉义；十三十四十五咧，阿婆啊熬行路；啊，十六十七十八，阿婆伫公园，迄个哭哭说。啊，这会当吼顺续学习着讲用三做一个集句，一个数目，安尼排列的特色一挂也出来。吼，甚至呢，囡仔嘛会使拿滴算一种两个人拍这个手碟啊对拍的一个擦鼻棒，吼，这种佚佗的活动，啊，一方面来培养着伊的节奏感，训练手的这个敏捷度。好，啊，个会当那学这个数目字，甲这个千啦、万啦的数目单位，真是一种一举多得的一的擦鼻香。一个擦鼻香，一个擦苦菜，擦的香香脆。我的故乡村，哪有六子孙？一个乌仔出面山，马公要分一半。到的到新埔，大家拢大路。拍千拍万，拍一千看我弯。手手手袂计较，念书唔甘愿，你意思起的句，你唔甘愿起的句，我要来去找老师，去找老师。一个擦地板，一个擦土台。三个强强棍，四个擦地棍，五个将军，哪有六子孙？一个乌仔出面山，八关要分一半，头个头真好，全个拢大路。笑笑笑，袂计较，念书唔甘愿，你念书起下久，你唔甘愿起下久，我要来去找老师，去找老师。随着时代演进，囡仔爱面对的学习的代志是愈来愈侪咯。
像住伫即个都市的囡仔，会行会走了后，老爸老母有时会带因坐公共汽车，啊去动物园、博物馆，也是去夜市啊，到处安尼踅踅行行咧。吼、哦、好，咱若要予囡仔伊咧认识即个公共汽车，吼、哦，咱会使甲即个公共汽车甲拟人化，当作是一个骨力的、搁打拼亲切的阿伯啊，共款。规工呢，为透早甲暗时，伊总是走东边、走西边，勤劳无休困啊。当你徛伫即个站牌的时阵，只要手一举，伊就停了。无分青年男女，无分好夜山车啦，伊拢会停落来。欢迎大家来上伊的车啦！公共汽车真无用，走单边咧走西边，透早甲暗咧走袂停。公共汽车好个性。手一举，伊就停。啥物人客拢欢迎。公共汽车真无用，走东边咧走西边。透早甲暗咧走袂停，公共汽车好个性，手一举伊就停，啥物人客拢欢迎。咱予咱个囡仔定根台湾，并不是讲就爱甲关掉因去认识世界即个窗门。顶多是咱台湾是一个多数海洋个国家。当咱个囡仔大汉了后，咱就爱鼓励因爱有冒险个精神，行出台湾去吸收世界各地个知识甲精华。那亲像咱河川的鲑鱼长大了后下游出海，在大海中间吸收着伊养分，成熟了后，佮收回伊原出生的河川上游，伫故乡来交配生卵啦。所以嘛，希望台湾囡仔会当有鲑鱼返乡的这个概念。当因大汉在国外有所成就，有机会嘛，应该把因的智慧甲才华来回馈予故乡台湾啊！小鬼戏的有志气。想过来，想过去，聪明活泼真好奇，快快乐乐走千里。小甲东京、洛杉矶，又甲伦敦、甲巴黎，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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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甲世界大都市。又到世界大都市，小鬼戏啊有志气，想过来想过去，乖脚古锥重情义，时时刻刻想向你。思念阿公阿嬷伊，思念姐妹甲兄弟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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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爬不成高边。
又悔改无成旧面。台湾是一个海岛，可惜过去和大海相关的囡仔歌，真罕的看啦。咱会使应用着囡仔歌，予咱代代的台湾人认识咱甲大海、甲世界中间的关联，甚至培养着爱乡土的一个情感。较早农业社会时代，囡仔歌的内容差不多拢是身边伊接触会到的一挂事物了。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囡仔接触知识的来源侪个紧，知识成长相当的快速，所以伫这个小学啊四五年的时阵呢，就开始对着这个社会甲国家有一个基本概念了。所以咱呐透过活泼的囡仔歌，以这个人道主义做出发点，站伫人性的立场，用特殊的这个物产做素材，来牵连人甲土地、社会甲国家伊的关系，安尼所培养出来，或者爱乡、爱国的情操，就较自然、搁实在啦。我来念一个较早写过的谣，就是用这种的方式，自然甲呈现囡仔来爱乡、爱伊国家的这个心情感触。赞赞赞啊！台湾出海产，海产真正鲜，台湾出番薯。番薯真正爽啊！台湾出海红，海红真大只啊！台湾出尾鱼，尾鱼摇摇飞啊！台湾出兰花，兰花真正香，台湾水当当。欢迎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